妈，我们回来给你过生来了。这时候才回来，都几点了？等着我跟你妹妹两个做饭，你去啊。这妈过生，你都是点了些么子过来哟？丢人现眼的。哎，妹妹，你莫那么说嘛，那个也是我对妈的一点心意。好了好了，赶紧弄饭，你等着去先生哟。要得，妈，我去弄。你木料怎么子？三姐你看不到哦，赶紧吃点菜。要得，妈。妈，二姐夫回来了，快走，我们去接他。好，要得要得。哎呀，二姐，你回来了。哎。妈，生日快乐。哎呀，你给老子回都回来嘛，买那么多东西。二姐，那个衣服真好看，就你说话好听。燕儿，快点儿，今天给二姐夫倒点水喝。哎，妹夫，你也来了，我能来晚的，你比我还要晚些。就你话多，赶紧去做饭，一群人等着你吃饭。妈，我和姐夫好久没见面了，刚才有点事。我想和他聊一下。好，要得要得要得，快点快点去哈。二姐，好久你带我到城中去逛街嘛？要得要得。妈，我到厨房去给姐姐帮忙。你不去，那个衣服又贵又干净，请她个人弄。哎呀，没得事妈，我去帮忙要快点，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早点吃饭。来吧，坐到凉。姐夫，你现在那个样子。哪个样哦？哎呀，就我那个鱼塘，能喂几个鱼嘛？哎，一年到头哎，能混个温饱都不错的。哦，对的，那前几天那儿借的5000块还给你。那个钱呐、啊，你拿着个人花，我也不缺那点钱。对了，姐夫，我们丈母娘那儿势利眼儿，大家都晓得了，你莫心切。哎，我们那小姨子啊，现在简直得了他妈的真传。那个人穷呐，莫说是外人。就连亲朋好友也瞧不起我们。还记得我刚结婚那一会儿，我们两个出去打工，免6块钱，见面的所有亲朋好友一分钱都没借到，还是你找你的朋友给我借了300块路费，和妹妹生活费的，最后还是你把我的粮食卖了，我邮寄过来的。你对兄弟那份情谊，我至今念念不忘。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弟，但我们甚是亲兄弟。那些年呢，我在外面做生意。也赚了多少钱？这个卡里面有20万，你拿这些，好好的把你的鱼塘扩张一下，好好的让中央事业出来，再也不要让别个瞧不起我们了，让你老婆和娃儿跟着你豁出点追出来，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。兄弟，好的，走，回去玩了。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